襄公，字伯怀，汉朝桓帝时期的高士，史书称其家世名族。襄公家中共有兄弟三人，他们从小就懂得孝顺父母，关爱兄弟。在他们长大成家立业之后，兄弟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变淡，他们依旧相敬相爱，像小的时候一样，三人共眠，同盖一条棉被。哥哥，原来那家客栈呢？可能已经搬走了吧。那咱们今晚继续赶路，明早就能到京城了。好的，哥哥。弟弟没事，继续走吧。来者何人？请问壮士有何贵干？这夜黑风高，了无人烟之夜，正是杀人越货之时。秀才，你说呢？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钱。哥哥，好，壮士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想办法尽力解决。我有什么困难不用你管，只要你把钱财一物留下，或许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。这是我们的全部盘缠，请你收下吧。你抢了我们的钱财，如果还要加害于人，请放我弟弟一条生路。他还小，我做哥哥的宁肯牺牲自己，也不能让弟弟受伤害。我宁肯牺牲我自己，请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弟弟。我弟弟还小，你要我的命，你就拿去吧，你就拿去吧。哥哥，我就不信邪了，天下还有这样的兄弟之情。可以为兄弟去死，我要试试他。别害怕，弟弟。那好吧，不要伤害我哥哥。哥哥他的品德学问都在我之上，他是家里的支柱，是国家的栋梁，你不可以伤害他。我什么都不及我哥哥，你要杀就杀我吧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，你还小啊。弟弟，哥，你别跟我争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强盗要杀就杀我吧。弟弟，你走，记住回家以后不要告诉爹娘，就说我去了西域，切记啊。哥哥，孝养父母的重担就交给你。弟弟，大嫂和侄子都等着你回家呢。你是弟弟，快走吧，你快走吧。弟弟，你必须听我的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，你杀我吧。弟弟，你快走。哥哥不行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弟弟，弟弟，别哭了，你们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今天我终于看到了什么叫做兄弟情义，是你们感动了我。哥哥，咱们脱险了。弟弟，哥哥，我们继续赶路，趁早进城吧。好。
店家来了，有什么吃的通通给我端上来。好嘞，您要包子馒头还是要大饼豆浆啊？通通都端上来，还怕我不给你钱吗？够了吧？哎，够了，还不快去端。哎，好嘞，快点儿。来了。哎呦，客官，您多少日子没吃东西了？整整三天。哦，三天呢。大叔，一个馒头多少钱呢？啊，2文钱。啊，大叔，我们只有1文钱，你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个馒头啊？是啊。求求您了，我弟弟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您就行行好吧。是啊，好人会有好报的，会有好报的。好吧，就当我做善事了。弟弟，你先吃。不，哥哥先吃。你都饿了2天了，赶紧吃吧。不，你先吃。来，我们一人一半吧。哥哥，我要小的那一半。我不饿，我吃小的。你是哥哥，你要吃大的。你来吧，你吃吧。不，你吃，你吃吧，哥哥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哥哥。你还小啊，弟弟。哥，你别跟我争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强盗，要杀就杀我吧。弟弟，你走，记住回家以后不要告诉爹娘。哥哥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吧，走吧。弟弟，你走，要杀你就杀我吧。强盗，你杀我吧。弟弟，哥哥不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走吧，弟弟。哥哥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你吃吧，哥哥。吃吧，孩子。谢谢大叔。哥哥，咱们是先去住店还是先去报官呢？咱们住店去吧。那好，哥哥一路劳累，先找一个地方歇歇脚，我去报官。弟弟，咱们不要报官了啊？为什么？弟弟，我看那强盗也是因为饥寒才起了盗心，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徒。可是他抢走了咱们的财物啊。钱财本是身外之物，他没有伤害我们，就说明他还存有一丝善念，一颗善心，只是被饥寒所迫，只想到自己就顾不得他人的苦痛了，被贪欲愚痴蒙蔽了良心，所以做了一些错事。事情过后，由于善良的本性并未泯灭，因此又倍感悔恨。我们对人要有宽恕的心，所以应该给那强盗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希望他可以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。恩人呐，我不是人，我抢了你们的东西，我罪该万死。看见你们兄弟恩爱有加，听到你们大仁大义的话，我实在是惭愧难当啊，我悔恨交加。这是你们的行囊，物归原主，请你惩罚我吧。你们要去报官，我也没有半点怨言，你们兄弟俩的情谊感动了我，您的仁慈让我万分惭愧啊。壮士请起。壮士知错能改是一件好事，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。我定当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好。哥哥，宽恕别人真好。三兄四弟一条心，门前泥土化黄金。江公三兄弟间的手足之情，留给后人很好的学习榜样。